弟兄姊妹，在这圣诞的季节，我们特别来向你问安。其实今年有很多先知感受到圣诞节要提早，我相信天天都是圣诞节，在这里特别问候大家，让我们真实平安喜乐。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掳物那样的快乐。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话何等的宝贵。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以赛亚书提到说，我们在黑暗中间，我们在痛苦的里面，其实不只是以赛亚那个时代住在那一个地方的人，他们在黑暗中有痛苦，其实当最近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看到那个黑暗不只是在外面，那个黑暗是在我们心灵里面。因着罪让我们活在黑暗中间，因着罪让我们不只是活在黑暗中间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痛苦。为什么我们有劳苦愁烦？为什么会转眼成空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罪。当罪进到我们的里面，那到底什么是罪？其实罪就是悖逆神。当我们悖逆神，我们离开神，罪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那个痛苦，以至于那个黑暗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生命中间很多的忧愁，很多的痛苦劳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神，神是创造我们的神。虽然我们犯罪，我们进到黑暗，进到痛苦，进到愁烦，进入空虚的里面，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。我们感谢主。我想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中间，我们再次当我们来思想到我们过去怎么样在黑暗中间，我们过去怎么样在痛苦的里面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，让我们他成为我们的光，他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，以至于我们从黑暗能够归向光明，从劳苦我们得到安息，从愁烦我们得到喜乐，从混乱我们进到一种生命的丰富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何等的宝贵，何等宝贵的恩典，何等宝贵的救恩，这个都是因着这一位耶稣他来到世上，
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摆上他自己，以至于我们因着他，我们得生命，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得生命，得到充满光的生命，我们得生命，得到充满喜乐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不只是在外面很多的热闹，我们需要来到这一位真正为我们来到这世上这一位耶稣面前，我们领受他这宝贵的爱，我们领受他宝贵的救恩，我们领受他宝贵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，他的医治成为我们身心灵的医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感谢神，我们要心里面再一次说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的爱何等的宝贵，你的爱何等的真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单单的仰望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感谢神，特别在这个季节，我想我们真的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，而从要把我们从黑暗的里面带领我们进到光明，把我们从痛苦的里面让我们得着平安，得着喜乐。但是关键是什么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这个婴孩就是耶稣，这个儿子就是耶稣。神不只是把一个婴孩给我们，这一个子是一个成年的，换一句话说，耶稣来到这世上，他一直到30岁，一直到他33岁半的时候，为我们舍身流血。天父的爱就是把这个婴孩，也是把这个长大成人，这位耶稣，他33岁的时候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提到说，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，这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何等的奇妙，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700年，神已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传记为什么是奇妙？因为不是耶稣生下来才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，在耶稣还没有生下来之前700年，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要赐给我们，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。他是何等的奇妙，他的降生何等的奇妙，他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所做的何等的奇妙。他使瞎眼的看见，使耳聋的听见，使大麻风洁净，使瘸腿起来行走，使死人复活，因为他是奇妙的耶稣。他平静风浪，他用五饼二鱼 五千个人吃饱，因为他是奇妙的耶稣。他也是测试，我们感谢主，他是奇妙，他也是测试。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，他的智慧，他是奇妙，他是测试，以至于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这位奇妙的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一位测试他的智慧就成为我们的智慧。不但是这样，他是永在的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世上因为罪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因为我们离开了父神，所以我们好像成为孤儿，我们一种孤儿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孤儿的心态在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常常活在争竞比较计较的里面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
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儿女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位父，他是天上的父，他是永在的父，另外他也是和平的君，他是和平的君王。我们相信他，透过他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透过他我们能够与人，与每一个人和好，以至于这个和平的君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主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为这一切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为你的爱，为你赐下你的儿子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。但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里面充满了喜乐。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